好，我看这题哦，他说 FS， 他说 S 等于负一与 S 等于20有相对极值，求题目当中 AB 怎么算？哎 ，S 等于负一和 S 等于2有相对极值，可见这两个点我们在数学上把它称为临界点。临界点有什么特性？换句话说，把微分用负一代会等于零。微分把一次微分用二代会等于几？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这时候就把它抓起来一次微分，微下去是几？六 s 平方加上二 s 再加 b， 这样行不行？好，用负一代进去，这样行不行？代下去是几？六减二 a 加 b 等于零，用二代24。加 4A 加 B 也会等于0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们要帮你抓起来连列求解，求 AB 行不行？相减是 6A， 相减是 18， 6A 加18等于 0， A 就是几？负 3， A 是负3代，所以 B 就是负几？12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所以说题目求多少？求 A 加 B， 我们再慢慢把它加起来，所以当然是负15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 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